新北市议员李婉玉一向是话题焦点，而且呢也不吝惜展现她姣好的身材。今天上午举行的新北市党部主委杯垒球赛，即使天空不作美，下着雨，不过你看看呢，李婉玉呢还是以一身迷你紧身短裤，虽然架势不纯熟，但是好身材还是抢尽风头。一身迷你超级白色小短裤，搭上红白相间的上衣，虽然是运动造型，但是还是看得出来李婉玉的精心打扮。为了新北市党部主委杯垒球赛开球，当然得走进红土区，只是天公不作美。为了展现不只是只有丢球而已，李婉玉还要下场打击。有特别为这个待会儿开球练习吗？哇，有啊，有。怎么教练？就是我的服务处的同仁，就是有空我们就会稍微丢一下。已经办了好久的垒球赛，为了博媒体版面，特地找来议员中的话题人气王开球，还强调李婉玉绝对会劲装登场。果然，这露出姣好身材的短裤装扮，又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。壹电视徐刚志新北市报道。